先生可有道场？嗨，哪儿来的什么道场啊？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盛世的欢闹？哎，哪里就有我。呵呵，这一个人嘛，怎么惯了？来，那真可惜了。你就没想过去香曲山吗？哎，去了。 去了不就见不着殿下您了吗？哎，说来惭愧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与这什么仙山福地没什么缘分，平日里呢，也就作作画，也不会什么仙法，这自然也就不入什么上仙大神的法眼了，是吗？啊。 本王今日叨扰，就是想同你交个朋友。可否请你满足本王小小的一个不情之请啊？啊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望先生摘下面具，以真面相待。 是来向我家先生求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顺路过来采草药的。这样，我知道哪里有草药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知道。你还笑？ 我刚才差点被他整了露馅了，这不是没事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邀请您老人家进城，给您准备一个宽敞的大房子，还邀请您去参加他那个花创大会做上宾。好，好，正中你下怀了是吧？哼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 你不就是为了秦川才来的高都吗？傅九云和左相美丑，杀手是从傅九云手里得到了灵灯。香曲山上下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杀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你，引出他。 就会引出傅九云，傅九云真在高都，还挺新鲜的。川儿，川儿，怎么了这是？川儿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公子齐先生进城了，公子齐呀、啊！咱们赶紧去占位置，要不然就看不到了。什么？啊什么啊呀！昨天让你办个签名，你就办不到了，还不赶紧的？我出来，出来，走走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啊，别急啊！哎，大家都排队，排队，哎，排队，后面排队。老天有眼。 好吃吗？好吃，有我心爱女人的味道。原来先生已经有了吹金转玉的美娇娘，若是被门外那些姑娘看到了，可是要伤心的。大人，您误会了，她呀。
她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，她跟随我多年，知道我的喜好口味，怕是远胜门口那些姑娘了。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。